晚上我要加班，你下班之后按时回家，晚饭我会帮你点好，6点钟准时送到家。马总，总律师，时间吗？马总，您知道的，我们做律师的不是在出庭，就是在准备出庭的路上。不过对马总您， 还是随时在线的。就算你跟所有的客户都这么讲，在我心里还是很受用的。我找你呢，是为了公司并购的事情，需要见面跟你谈。好的，1小时之后律所见。 师傅，麻烦开下门。告诉路不能瞎查呀。前面有车祸，我是医生，得去看看。车祸？行了。出车祸了。谢谢。
要命了！喂，谁让你上来了？我是医生，前面车祸了，开车。这应该是本世界最新式、最不讲道理的搭讪方式吧？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，罚款200，扣6分。我愿意为我的错误而承担责任。救援车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 但凡耽误救援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下高速了，根本就不会耽误救援。巧死了，在高速公路上你下车也是违法。这个事情警察说了算。我是医生，前来协助救援，违规占用应急车道，您处理一下，谢谢。好。 追光救援基地3公里的高速路段发生了车祸，交警和救护人员正在赶往现场。你们基地离现场更近，请你们立刻前往现场协助救援。是，刘主任，我马上赶往现场协助救援。 女的情况没问题，男的情况不太好，但门已经压变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一条下。喂，这里门开了，坚持下啊，兄弟！来，咱下压去，坚持下啊，兄弟！ 不要！让开我来！什么？啊！什么？
走，来，这条路小心，走，走，来，大家，来，这条路小心，来，慢点，来，跟我，走。 奶奶，哎呦，罗律师啊，您早。早啊，还是老样子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今天上午11时18分，祈祷方舟车祸造成严重拥堵。罗律师，谢谢罗律师。不客气。更新救援包物资的发票。 你给大家买的救援包从来没有用过，反倒还要经常更新。希望永远不要用上。你怎么才来啊？马总等你20分钟了。路上有点事儿，耽误了。真是什么呀？简单，这里面有证件，先放你那儿吧。好。走。那边上午紧急车道被交警抓了，开车人员的差距是，这兄弟是赶着去投胎了。哇！ 马总，久等了。哎，哎呀，罗律师要红了啊！这朋友圈一刷全是你。你说你为了见我，你搞这么大排场，辛苦辛苦啊！哎，罚单算我的啊，多谢马总。那我们就不要再耽误了吧，直接说正事儿。我们公司和如意影业的 并购不是已经到了禁止调查的阶段吗？本来一切都挺顺利，可是谁知道突然冒出一个小画手，非要联合其他的画手一起搞维权，不满足就把事情搞大。马总，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？补偿点稿费，这都没问题。署名不可能呀！你知道，我这次能够谈到这个价钱，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手上有了这些署了 KK 名字的作品，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在手上一个小画手的名字呢？我之前帮马总拟的那份合同已经规避了画手署名的问题，署名是画手对作品的贡献而定，这里面的解释空间是非常大的。哎，这次不一样，这个故事创意本来就是丁丁丁的，啊，他就是那个带头的，他跟 KK 什么关系？ 一开始呢，他同意让 KK 带着他一起创作，画风呢模仿 KK 的。我当时确实也同意了给他署名的，可谁知道画完之后 ，KK 又坚持说这作者署名只能是他一个人，我能怎么办？所以，你本来想找个软柿子来捏，结果没想到这次碰上了个硬骨头。不能这么说，这审时度势嘛。 这个丁丁丁签的什么合同？还是你给的那份画手合同吗？不过这小丫头手里保留了大量的画稿，足以证明她的贡献度值得一个署名。那这个画手为什么会愿意和 KK 一起合作，还同意把自己的创意贡献给作品？他就是 KK 的一个粉丝，当初说只要能够跟 KK 合作，可以，不要稿费，不要署名。马总。 关于这一点，你能拿出证据吗？
哎，展言，扎主任的那个手术 ，CT 片子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又来？大家都清楚了吧？好，就按照这个方案，大家准备手术吧。什么情况？翟医生，子睿、宾利。小展，你不是去外地放假了吗？看你这打扮，刚下飞机啊？病人方小雅，16岁。 因为腹痛来的医院，经我们检查发现是胰头占位性病变。你的意见呢？扎主任带我们开了术前讨论会，大家出的方案是做移植二指肠的切除。危机录。上面的臭小子，给我听好了，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。 用最快的速度到我的眼前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预备，开始！快！就你们这乌龟爬的速度，上个月都死了好几次了。不错呀，比刚才就晚了 0.8米。 不要小看这 0.8 秒， 在实际救援当中，很可能就因为这 0.8 秒， 你们救不了伤员，自己还会受伤。所以，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练练练再练，快快快再快，精准精准再精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看看你啊，白白净净、细皮嫩肉的。 有点虐人呐！这怎么还挂彩了？嗨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没事儿，别把受点小伤当成光荣啊！想救别人，首先得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你看这熊飞，啥事儿没有？为什么呀？技术过硬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。他是给展言打下手，没注意划了一下。小严也去了，他没事吧？没事。 幸亏他在，队长，队长，哎呀，可以，虎父无犬子啊！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晚上没事的，留下来聚餐。好，不用客气，别都光说不练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哎，咋了？哎，嗯？干嘛？ 我听说展医生又抢了扎主任的手术。展医生的方案太冒险了，抢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。那他图什么呀？国外现在不是空出来一个副主任的位子吗？蔡医生和展医生都是候选人选，你说他图什么？讨论什么呢？你们要是懂手术方案，你们不也是医生了吗？有时间咱不能好好干活吗？少讨论点别人啊。 三川的病人啊，可以提前出院了，恢复得不错。徐兄，我更看好你。谢谢扎主任。
整个缝合，责任你了。是。这是一场考验医生水平和责任的手术。詹医生圆满地完成了手术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实力。 我希望大家既要学习展医生为病人考虑和负责任的态度，同时也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。先生。 一回来就进手术室啊？忽然看见扎主任把别人器官切了，术前讨论我参加了。说实话，扎主任的治疗方案也是可行的。再说了，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手术把前辈给得罪了。可行是可行，但也不是最好的。我既然要为病人考虑，我就不能老做老好人。雨潇，这就是我俩最大的区别。哎，行了，跟你争了。 我可提醒你啊，在医院里面，成者为王，马上要考职称了，论文准备的怎么样？正在写，还要费点心思。如果需要我帮忙，你随时开口。不用了，毕竟名额只有一个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公平竞争。其实咱俩早晚都是副主任医师，要不这样，这次我不跟你争了，你先，下次到我。 马保明，你这个无良出版商，签订不平等合约，霸占画手劳动成果，要画手变相卖身，最后连个署名都不给。画画是我们的追求，也是我们谋生的职业。是，我们小透明要吃饭，要生活，但也要有尊严，有底线啊！怀胎十月一朝分娩，现在把我孩子抢走，还不让跟我姓？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 这个丁丁丁就是个硬骨头啊！没想到小偷们全用了这种地方了。我就是想找个人把他稳住，结果没稳住了啊！哎呦，可鬼了！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这直播间快10万加了都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罗律师，我的公司全拜托你了啊！罗律师，你能出多少？10万，最多10万了。罗律师，你自己上去吧，我就不上去了啊！ 你是当事人，你不去？不是，我是怕我一上去，万一再刺激到他。你是我律师，你全权代表我跟他谈，好吧？好，拜托。
瞎说什么表面？丁叔，想起来了，丁丁丁，您的好记得。反正今天呢，我一定要跟马宝明。总是他。哎，怎么黑了？妈呀！跳了！你想什么呢？人命关天事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？通知急救科，我跟他们一起去。我希望网友啊，有跟我同样遭遇的人，一定要大胆。你谁啊？你别过来，过来我就跳。我不过去。我是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，我姓罗。马宝明呢？让他来谈。你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全权代表马总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给所有画手追加署名，补偿稿酬。哦，还有，公司这么多年压榨我们的血汗钱，全吐出来。这样吧，你先下来，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聊。我不，就在这说。你可能看不清楚，但你一定可以听见。我真是太喜欢你的漫画了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你知道吗？只要能跟你一块学习，跟你一起合作，不要稿费，不要署名，我都愿意，都行。只要能够向 KK 老师学习，没有署名，没有稿费，你都可以愿意。不是，这是寒暄客套的话，怎么能当作证据呢？先不管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是否符合口头约定。就这本漫画，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，具体内容、人物设定，都是 KK 老师和大家集体讨论的结果。那画稿数量呢？那我画的最多，就算不能第一署名，那也不能没有署名吧？这是你模仿 KK 老师画风画的，也是你们在创作之初就共同商议决定的。这本漫画里面，不管是线条、用色，还是人物造型构图，都具有 KK 老师独特的风格，这些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。不是，这是马宝明同意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所以马宝明是一开始就挖好了坑。根本就没想给我们署名，对吧？你不要再说了。你如果真的想要跳，不会等到直播间的人数超过十万再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逼我吗？实话告诉你，你跳楼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、任何损失，只会给这本漫画带去热度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，你跳楼这样的新闻过不了今晚，就会完全被淹没，你的死会毫无价值，毫无意义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冷血啊？我只是在帮你冷静分析而已。丁老师，我看过你的作品，你是一个非常具有想法、非常有灵气的漫画家。即便是这部作品里面没有你的署名，我相信，只要你不放弃，继续努力，将来一定可以创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。马总已经同意了，一次性支付给你十万的稿酬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其他人呢？都会有。不同的作者要根据各自的工作情况再定。你先下来，你下来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同。那我真的可以有自己的作品吗？来，把手给我。对不起。
怎么哪儿都有你，不可以吗？我的包在你那儿，正愁找不到失主呢。来，把人扶起来。把这放了吧。市中心医院，道夫。谢谢。我们这算是建立联系了。跟医院建立联系，值得高兴吗？上次给你的那个潜水包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快递到货，找到失主了。嗯，你跟这美女还挺有缘啊，短短两天见了两面。美女，我看她证件照了。我看你最近审美水平下降了。对，我笑得如梦境，这夜的孤寂，赤诚的。在里边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今天我们来学新的舞蹈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用心感受节奏。作为老师，基本的急救方法还是要掌握一点的。你懂急救？啊，这是我们的罗老师，他刚才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懂一点急救？哦，你说海姆立克法呀？我是追光救援队的，懂一些急救技术。你真厉害，咱们共同祝贺我们的高律师又签下大单。谢谢谢谢，恭喜高律师。谢谢大家。
老高，你现在可离合伙人不远了，谢谢简历啊。老板，你也得加油啊，向高律师学习。哎，你就别跟我假客气了啊，谁不知道你罗律师喜欢后来者居上啊。哎，这罗律师努力创业绩也是为了律所，律所名利双收，大家脸上都长光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你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当着艾瑞尔的面啊，你就不能说一点罗本的不好，否则呢，他就马上变身这辩护律师，怎么样？我你个哑口无言。阿赫，什么时候给我安排个这样的搭档啊？艾瑞尔，要不你来我这儿吧，功劳全归你，我愿意做你背后的那个男人。你呀，晚了一步，我背后的男人满员了。满，公平竞争啊！我说老高，你别想着挖我墙角啊！这两年，你可没少干这样的事儿。彼此，彼此啊！这就对了啊！这竞争啊，使人进步。哎，这样呢，咱们律所才能有这生命力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是。是来，我说好了啊。今天可不能让老高给我站着出去，敬他酒。好嘞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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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聊两句。怎么了？之前我跟你说的方琴集团的年物总单标的很高。你有把握吗？你怎么不给老高呢？他不是差一单就升合伙人了吗？哎，你要是不干，我就找老高去。刚刚的事儿你要上心了。好。老狐狸啊，他呢现在人在凤溪度假，你抓紧去一趟，越快越好。好。把大家送回去啊！好嘞，注意安全啊！这是我搭档的事儿啊！好嘞，好嘞。那我也走了，记住我跟你说的事儿啊！放心吧，那我也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你送我。罗渊已经下班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你把罗渊看得也太紧了，像他们这年纪的女孩子，下了班可都有约会的。罗渊跟普通的女孩不太一样。是你太宠着她了，你又不能照顾她一辈子，她将来也要嫁人，要谈恋爱，要过自己的生活，你也是一样。好，你说的都对，后面几天我都不在，我先去给罗源准备一些吃的，明天见。您需要什么？我要这个和这个面包。好的，稍等。你干什么？删掉。删什么呀？删掉。删了。星空垃圾站。全删了，不信你看。你在搞什么？他在偷拍你。直到幸运来过一场。
最初不见流浪，直到人拥抱了对方。我一直在路上，尝试着让笑和泪接壤，怦然的有信仰。万家灯都能走亮，我希望雨会树有花可赏，流泪给却可以仰望，一直在路上追着光。